不会给你的。哎，你不能那么说，我舅，你别，我舅每周都会给我的，我相信。我要是让他这样子吃，我估计可以把他给吃穷了。财神，你这样子。这面有没有三磅？这面有没有三磅？我估计应该有三磅。中国现在，中国不是有一个小爱同学吗？这次老板娘如果回国的话，叫他帮我带一个小爱同学回来。我家里面已经有，我家里面已经有谷歌跟那个 Echo 了，再加上一个小爱同学，完美了。等一下，国内好像还有一款，对不对？在小爱同学还有一个小米手机吗？除了小爱同学，是不是还有一款是好像是百度开发的还是什么？小孩子也太惨了吧，吃这个。还有个小度吗？妈咪，你确定这个能吃吗？我怎么感觉好恶心啊。You sure? You sure that's edible? 小米手机都有小爱同学，外面不冷吗？不冷。What's connected? I already told you. Mommy, can you cut down all of this? You should bake it, you know. Bake 那天我 bake 过了，没用。没有啊。没有，我还是用到。为什么大家有啊？你没看，你没听见我们在讲中文吗？哇，饺子！黄明，黄明，好烫吗？1, 2, 3！哎，你杀猪叫，你不要叫这么大声好吗？妈妈，好，哎，我吓哭了。对，今天只有6度，今天其实挺冷的。这么小的眼睛。妈妈，学我像哭了，哎，我笑。You want me to do it for you? Come on. 爸爸说 Edward 吓到了 Edward 吓到了。爸爸说拿过来 Edward 笑，吓哭了。你手拿着。那你就不用吃 bread 好，你直接把 hot dog 吃掉了。bread 不要吃 ，bread 很恶心。bread 不要吃。对，只要把 hot dog 吃掉。我给你煮饺子吃好不好？这 bread 很恶心啊。我吃过，然后很好吃。这 bread 看起来就很恶心的，你还吃啊？那我没了。你看大宝他说他想吃这个。Oh my god. Damn it. What the hell is this? I want to eat the bread. Don't talk when I'm eating. Okay. This is gonna slide off. 好吧。你觉得好吃吗？你觉得 hot dog 好吃还是 bread 好吃？蒸了2个小时的 ，both。是不是很烫？你干嘛？你要直接要开始做了啊？我给你弄那个姨那边带来的那种饺子，好不好？哇，姨做的。对啊，姨包的那种饺子要不要？是我做的。谢谢主旋律送了一个气球。那种饺子要不要吃？不是 make 吗？给家里挂点中国结什么的。他有学中文，他明天早上就去学中文了。你嘴巴张开，我帮你吹一下。嘴巴张开。你们好一点，你们好一点。隔这么远，你们太烫了，嘴巴张开，我帮你吹一下。你们好一点。好多了吗？好多了吗？心理作用，心理作用。是不是很烫？是不是？你要喝什么呀？太大了。要喝什么呀？没有。Bottle right over there. Oh, not. No. Green tea. Green tea. Green tea. Pack. Bottle pack for green tea. 偷吃一个对啊。他们中文对啊，我们在家里面有讲中文，只是你们听的
听的时候觉得我没有讲中文，其实有讲中文。嗨，中文都不错。哈密瓜 T 好吃吗？你能告诉大家你在吃什么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用中文讲解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You don't want to tell them？ 感觉那肠好多。我是怎么吃的？上面整个菜 just to fly up， this thing is to fly up to the roof。 Oh， okay. What about you？No comment. Fly up to the light. Oh, okay. Fly to the light. 他说会飞到灯上面去。什么东西会飞到灯上面去啊？口水吗？是，这个。Okay， 好。还有吗？还时间没到。Alexa， what's my time left？ Alexa， timer left。You have 2 minutes and 50 seconds left on your. 再过两分钟可以搞 bread 了吧？代购美食吗？你要代购螃蟹腿吗？哦，我感觉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一乘以七等于多少？是八吗？一七得八。那个肠，那个是火腿肠，国内应该有卖火腿肠，双汇火腿肠。怎么？国内不好，没有父母，可以了，主导了，没有这个很大，必须得主。算对了，是吗？你一会儿去买，走吧，搞起来，整起来。哎，妈咪，要不然我等一下我先来一个试试看，好的话，好的话我那个没有包装，我都跟你说刚刚是那个。刚刚那个是我从我舅那边，你说那个火腿肠吗？还是什么双汇火腿肠泡面？你天天吃，谢谢亲儿点的关注。数学体育老师教的，一七得八好吗？你难道没学过数学吗？可以了，你还要煮什么 ？What are you cooking, woman? In your business. In my business. 我们看看他要就要又要又要搞什么了。双汇不能吃。你要煮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一下？你认识我呀？我认识你？你谁啊？我们家黄马都没有。发哥哥，发哥哥，那你赶快卡个黄。背过乘法口诀吗？好，今天好多了，老铁们，老铁们，你们都是活人吗？是活人扣个一好吗？我感觉你们全部都是机器了，你们脱了行吗？不行，脱了的话要重新再卡。哇哇哇哇哇哇！螃蟹可以了，再煮老了。谢谢民族风点关注啊，这个。关我梦一下就好了呀。等一下，问题要是没煮熟呢？里面是冰冻的。里面都是一整个冰块，怎么办？66666，哇哇哇哇，好多好多人啊！大家那个刚来的可以点下关注了，你们六都打过了，现在可以关注点起来了。你老婆也是黑头发的，你是干我家的发哥，谢谢关注。我给你看表了，看啥表了？哎，可以了。焖五分钟再开吃啊！在美国生活让中国人打赏，我们家打赏都是自愿的，好吗？我有求别人。Alexa， stop。丈母娘在哪？丈母娘在北卡。开锅，我能先夹一个出来看看吗？你开锅，我夹一个出来看看。这不是你开锅啊，这锅很烫，你知道。那我开锅，你夹一个出来看看。也很烫。那你要怎样？你要小心。哪一个好呢？
什么大腿？大的熟了，小的肯定就好了呀，哪个大的不行？味道没问题。吃海鲜，我告诉你啊，一定要先闻闻啊，没有臭味的。有的时候海鲜你不知道，那臭的话就不要吃，吃了容易拉肚子。Hey, where's my？ 我去过去拿剪刀。And where's the butter？ 你那个夹子呢？这是蜘蛛蟹吗？这是帝王蟹吧，应该是叫做帝王蟹。不是有 cracker 吗？没有，这个比 cracker 好用。我就觉得这个会喷的到处都是。cracker 也会啊。看见没有？你直接把它剪开，就是这么底，直接把它剪开，剪开了然后呢？就是应该这么的吃啊，老铁们 ，Look at this！ 你要咬一口吗？熟了，可以拿起来啊！你可以去弄你的 butter 了，可以了，可以了，非常可以了 ！Oh my god， 太好吃了！不愿讲值得，太好吃了。嗯，我也不需要太多的 butter。那我们开始调老美的酱汁了。你放的话，我上不去了。你知道嫂子吃什么吗？她吃老美的酱汁。我要调咱们中国人酱汁，它这个本来就很咸的，我估计不愿酱油了。对，原味最那个了，没有煮了，已经关掉了。这不是蜘蛛蟹，这叫帝王蟹。蜘蛛蟹是比这个小，帝王蟹醋，它是加这个对不对？直接放进去打一下，奶油，这个拿去当奶油的话，味道会更好。老美都是这么吃的，加奶油进去，打个不愿意分钟啊，我估计啊，就能融化掉。大蒜、辣椒、柠檬、白糖、奶油。哎，有一个是你用的。现在几点？现在是晚上七点。这个需要多少钱？我不知道多少钱，这个是我舅舅给的，免费。我今天进去看我外婆的时候给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估计得多进去多看望几次我外婆。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很好吃，里面全部都是肉，那种很大块的肉，很满足，估计美元多少，我估计这他我刚刚看到那个三磅的话是160。妈咪 OK 了，一天看，对，一天去看一次。等一下将这张这个吃啊，张这个吃，等一下还孩子孝敬老人。真的1000多。喜欢的老铁们点个关注啊，谢谢。来咱们继续。太腻了吗？我也觉得太腻了，讲吧。我应该来点，你们说我应该来点啥呢？是酱油吗？来点酱油加那个，酱油加那个。你们买新鲜的，活的四磅的，也就300多。对，好像我没买过活的那个吗？要是我5天去一次看外公，对，僵尸。
准备搞僵尸搞起来。你们吃不？今天是只有今天那个不吃白米饭。我今天等一下弄个酱汁给你们看一下。嗯，妈咪你都好了，你可以那个了。韩国人加大喜大，什么是大喜大？螃蟹别嚼酱，别嚼酱。你要去看一天看五次、啊，一天看五次可以把我舅给吃穷了。我住在纽约，在纽约。外公是干什么的？没有，我今天不是进去看我外婆吗？然后我舅给了我这么多那个蟹腿，就是我舅给的。一天去看五次外婆。我要开始把锅拿下来了，然后鱼头的锅面，你要给他吃什么？小屁孩他们今晚吃啥？自己包的那个荠菜，那个我阿姨包的那个什么菜？荠菜馄饨，有没有？老铁们有没有上海的荠菜馄饨？荠菜虾仁馄饨，上海有名的小吃。荠菜虾仁馄饨，哦对，趁热吃，等一下冷了就不好吃了。Go， 夹起来。哎呀，我估计你去咖啡里面大概也吃不了这么多。主要是这个肯定要热的，咖啡里面全部都是凉的，咖啡现在太咸了。对，荠菜馄饨。我想要那个。我给你看。哇，螃蟹都长毛了，太恐怖了。看到了。毛这么多，这只肯定很旺盛。你知道什么很旺盛吗？你知道毛多什么很旺盛？看来你没听说过，没文化。好，你们打字给他，什么很旺盛？剩下锅里的都拿出来了，买个去毛膏，长毛了，好毛啊！你看见吗？这么多毛，好毛，太多毛了，毛多肉少。你要看吗？我用这个敲你，行不行？啊！这个比我大拇指还要大，我大拇指。你要不要去睡觉用啊？那个是我的小儿子，它是 spiky daddy。Yeah, it's very spiky. Daddy, 去 Edward 都不睡觉。Edward， 你都害怕了吗？你声音不要这么尖叫，不要尖叫了，大家都被你吓跑了。大清早的，人家还在睡觉呢。你们老铁在。你们在被窝里面被我这小儿子给吓醒的。I want to eat the crab. I'll do one for you. 我帮你拿一个。还是纸饼的。妈咪，这是我的 hot dog. Second upload it. Give me the thing. Because the bread. 给盖碗看啊，咱们打盖碗啊，做盖碗。问题是盖碗他不在我这里。I want crab. I know. I'm gonna do it for you. 确实吓醒。好饿嘛？好饿就对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I want eat the dog. I,
I know. Go get the scissors. 妈咪把 scissors 拿过来，我帮他，我帮马哥搞一个。我帮马哥搞一个。Hey, can you go get the thing for me? 眼镜的那个，眼。什么眼镜？眼镜水那个。You wanna dip in the butter? You wanna dip in the butter? What butter?拿个 butter 啊，这个是 butter。 好了，我给你拿一个这个啊。 Daddy, where's the butter? 你看啊，这个整个全部都掉出来了。老天妈，妈咪现在可以剥螃蟹是有技术的。你确定你要吃吗？Is it spicy? No. Is it soft? Here, 给你。你吃吃看。Ouch. 好吃吗？ Hot. 好吃吗？ Hot, Daddy. 就是要趁热才能吃好，才好吃啊。对啊，这是帝王蟹，所以说它肉特别多。I really need the thing, though. This thing's not holding it.只有蟹腿，对，它这个整头蟹的话，它只有蟹腿，它上面只有很小块，这个是上面那个，它整头蟹的话只要蟹腿肉最多，上面的话是这样子的，没什么肉，上面的话是上面这样子，其实上面肉也挺多的。So good. 那有点咸啊，为什么这么咸啊？是因为深海的那个吗？外壳很硬。Dip in the butter. Ew. What? No bread. No, it's really good. If you dip it in, it's very, very good. 那我试试看，全部都是肉。All right, I'm going to try it. Delicious. 再过年再吃吧。妈咪，我帮你包一个有没有？喂，我给干羊妹整个大的，这个比我的手指头还要长。这个里面的肉你们看，有目共睹的，就像那个，这个才是真正的蟹肉棒，老铁们，你知道吗？先别说，先讲一下。Oh, this is too strong. Ah, 开了。哎，这个长得真的很像蟹肉棒，有点像，是不是？不过那个蟹肉棒是假的，那个是淀粉，这个是真的是蟹肉。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筋吗？大拇指，我大拇指都没它大，好吗？我脏的。这是我大拇指。然后看，土豪那个。Butter, ew.来好吃吗？嗯，都吃的没话讲的。I'm scared. I'm just gonna be tasting bad. No, it doesn't taste bad. Are you kidding me? It tastes really good. What do you think? 好吃吗？沾的这个是那个奶油，就是融化掉的奶油。坏蛋抢我的蟹肉棒，给我揍他！可惜盖文现在正在忙，不然的话我估计可以把他揍惨。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人多我最喜欢看人多的时候揍盖文，那是大那个二宝不吃这种东西的，老二不吃这个东西的，无福消受。他不吃，他好像不吃海鲜的，就逼他吃。逼他吃的呗，最大的还得是这个，这个的话，这个里面的肉那才叫恐怖。
比下面那个还大。下面是指哪一个啊？你倒是说清楚啊。求问，哎，我最近宇，我发现宇哥很少来我们直播间啊。宇哥来的话，我可以那个向宇哥请教一下。我是每周都可以去那个里面看外婆。哦，原来这上面也有漏的。Damn it, this is big. Holy moly. 我操，这全部都是漏啊。干完在偷看我，我也知道。干完绝对在偷看我吃。长个这样子。你看我的拇指，我的大拇指都没他粗哎，还放大的声音吗？用这个 scissor 去cut it。连他，他正在忙，干活正在忙之中。They're always pulling the crab leg. I am, so good. 来我，过来吃饺子。妈咪估计就这个吃完会被伤高了。不忙，来接电话，那肯定连不了我。打了指甲油没有啊？我指甲就是这样子的。Use scissors, daddy. Oh yeah, use scissors. You're so smart. I feel like I'm stupid. Yeah. That works. Scissors work. Oh, 你看 ，scissors definitely work. No, I don't want it. You don't want it? You sure you don't want it? 小宝他不喜欢吃这个东西。Edward, 过来。I'll eat it. 妈咪，给你。给推出来了。Edward, come on, baby. You want more? Do you want more crabs? 你要不要？你还要不要 ？Edward, 不连测的。Let's say yes. 我连一下，我看看他连不连啊？他正在忙啊，怎么连啊？我吃了。干完正在。高了。你喜欢吃高吗 ？Edward, 好了。给你，哎妈咪，我决定了，以后今年我们也买这个，虽然说贵，我觉得有吃头，因为里面肉的确是实打实这么多，很足，基本没什么壳，主要壳的话就是螃蟹的壳，好吃壳。你们能想象这是腿的壳吗？这么大。我今天进。